玉龙茶香是我寻找的那份自在与惬意。我对味道很敏感，它能决定我一天的情绪和状态。无论我在创作或者在休息，我一定要香气的陪伴。所以我喜欢所有的东西都非常自然的发生，对音乐灵感的追求也从不会刻意去寻找。味道的选择更简单更自然。Privy 清新系列带我展开了一场自然之旅。绿茶的清新让人感觉到诗意，红茶的熏香也让我感觉特别舒服，仿佛置身玉龙雪山。我的心告诉我，玉龙茶香是我寻找的那份自在与惬意。阿玛尼高定私藏香氛清新系列，寻自然之息，种天地香精。